摸金校尉居酒幽将军盗墓神剧陈坤、黄渤联袂出演，口碑炸裂。自从《鬼吹灯》上映以后，关于盗墓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，很多投资商也都把目光转向了盗墓题材类的作品中。可最近几年管理政策变严以后，盗墓神剧的出现了不小的折损。陈坤和黄渤一起联袂出演了这部作品。据了解，在4年前，二人一起演过《鬼吹灯之寻龙诀》，此次又成为合作伙伴。其实这些都是大家的片面之词。盗墓题材类的作品在电影市场中的空间是非常大的，是年轻人最受热捧的题材。在这部《摸金校尉之九幽将军》作品中，演员几乎是寻龙诀原班人马。另外，这部作品的特效与以往相比都做了升级，画面非常有质感，非常符合大家的口味。